王先生，不要抓我，我请你吃狗屎。切，我才不吃狗屎呢，我要吃大便。哎呦我去，灰太狼的口味也太重了吧。你知道什么呀灰哥？哎呀呀，那头上明明是冰淇淋好不好，多可爱呀。阿珍阿珍，我怎么看也不像冰淇淋呀。兄弟们，你们认为像的扣一，不像的扣二，瞧好吧。灰哥灰哥，快看，现在在咱岛上全是懒羊羊灰太狼，我也好想跟他们一起玩呀。哎呦啊，这么热闹呢，瞧瞧这一锅都成羊汤锅了，喝一口肯定很美味。去你丫的，不愧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联动返场，人气就是高，我最喜欢里面的懒羊羊了，多可爱呀。抽，咱蛋大的喜欢必须得抽，来看看我的蛋币啊。哎呦啊，怎么是零？我记得刚攒了好多呀。绿儿，是不是你拿走了？嘿嘿，这不是怕你乱花吗，所以这4900蛋币都放我这儿了。既然你说抽，那我可就要抽啦。不行，都是我的蛋币，必须我来抽。得了吧辉哥，就你那手气绝对打保底。不可能的，有小伙伴们的支持，我绝对欧气满满。来小伙伴们，给视频来一波点赞支持，让辉哥我一发抽中。 OK， 来第一发给我出啊，了八个彩虹币，也不算亏啊兄弟们，就凭我跟钢印这关系，第二发绝对能出自选配饰，那必须选我最爱的平底锅。好好好，这第三发总该给我中了吧。不可能，我不服，再来。你好主。哎呀哈，刚毅你什么意思啊，难不成要抛弃你的恋人了吗？你没错，真是越来越气人了，我就不信出不了。给我出啊，一个动作，那就选这个打弹弓吧，下一发走起。再来出呀。得了吧辉哥，再让你出下去肯定在保底了，追吧你就，你要是能中，我10年的武器全都给你。那就谢谢辉哥啦，懒羊羊跟我走吧。坏了个豆，还真中了，我的10年武器就这么没了。行行行，那第二轮必须拿下灰太狼，好运来走起，看看我几发能中。不是吧兄弟们，已经抽了8次了，居然还没中，难不成我又要大保底了？不行不行，我要用屏幕前小伙伴们20年的武器换我这次必出。 Nice， 果然中了。哎呀呀，还得是小伙伴们的武器厉害呀，那这灰太狼我就收下喽。 Nice。 OK， 最后一轮咱把喜羊羊拿下，虽然在那岛上喜欢懒羊羊的多，但是我相信喜羊羊作为主角还是有很多小伙伴们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坏了个豆，难怪用的人少，没想到喜羊羊居然用了11次才抽到，就这大保底的命，你还是哪凉快哪待着去吧。没礼貌吗？快看快看，我是不是特别可爱？那必须的，再看看，今天我可是正宗的灰太狼。哎，走走走，玉儿，我带你去我的狼堡看看去。哇嘞个豆，这狼堡还原度这么高呢？那必须的，咱作为正宗的灰太狼，就必须住上正宗的狼堡。瞧瞧，里面有口大锅，把可爱的小羊往里面一放，鲜美的羊汤不就要出锅了吗？啊，滚！好家伙，你是喜羊羊，这不是我灰太狼的克星吗？没错，你快放了懒羊羊。哎，我去，你这口音听起来怎么这么像我们胜利队队长呀？其实我就是胜利队队长。不是队长，我和玉儿玩呢，肯定不能真吃了他呀。那不行，万一你半夜饿了，懒羊羊肯定就被你吃了呀，你赶紧把他送回羊村去。羊村？嘿，灰太狼，谢谢你把我送回来，那我和喜羊羊就在这里住下啦，你赶紧走吧。不是玉儿，这不太对劲吧，怎么抽个皮肤我的蛋搭子还没了呢？等着吧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